棒了啦。Thank you， 谁说你是神婆？对呀、啊，你是 rock 的 rock。其实我都知道他唱歌是很实力派的。对呀、啊，实力派。没有还 OK 啦。对他以前都有唱 pop 啊。对呀、啊、对呀、啊。他我最我跟你讲，我一生中输他一个东西，我到现在我都很。气不累积的，西米。以前我们要出来连酒啊，连酒，我们就是喝酒，不是要玩骰盅，骰盅，骰盅，骰盅嘛，对不对？那个大话赛，我的骰盅算是高级的，结果我连输他十盘，真的，我永远不记得。我跟你讲。无敌是寂寞的，人太聪明是这样的，东西是圆圈的嘛，对不对？你懂得输啥啊？那输六盘、七盘、廿七盘，一滴落十盘。哦，听起来很夸张，对不对？夸张了，以前他喝酒真的是千杯不醉了。对，还有啊，千杯我。丢了，他现在都不喝酒了。他不喝酒了，没有，不抽烟也不喝酒，不抽烟不喝酒，赚很多钱呢、欸。对呀、啊。一个假借。我假爸啦，我假爸，讲这些事真的很严肃。哦，你是没有吃肉这没有吃肉。自从他生了怀孕生了孩子过后，他什么都改的，改掉。那时候那还没有阿伯给呀，我这我告诉我十多年前了，有没有十多年前？有啦，没有。你很夸张哎，十多年前，八年，八年。我刚刚出道，可能二十五岁，可能有十一二年。对啦，十多年了。然后跟他不是很熟。然后跟他比较认识，就是一直要让他，为什么要让我？让他就是说，啊啊、我们排队了了、啊，没有，你要赶台吗？他就是这样的，我是你让我，你骗他啦，讲我有很赶、啊。我打扮我。那时候我们刚刚出道，那你会做这种事情、啊啊、傻傻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也是有时常让人的。啊、我跟你讲，十次八次都是我让的，好不好？你最多那么让我一两次吧。有啦有让哦。啊。我管几百个五牛奶旅客都丢了、啊、做人不可以算几次互相这是你说的 有来有往就好有来有往啊就是说你再见不难来了让我十次我让你一次也是浪嘛对不对、啊、这样换过来你让我十次我让你一次 OK 了我现在每天没有台流我每天让你先唱歌你太贵了啦你太红了好谢谢我们的神婆谢谢你不是没有pop歌后可以吗要啦叫我何佩玲就好了这块一定要给花名呢我们的专业奇怪我发现他不喜欢人家叫他神婆不要我发誓以后我不叫你神婆了所以说你发誓啊我听着先啊有没有拍 video 啊有拍 video 跟我录起来我发誓给我如果我再叫你神婆你不要叫我神婆你不可以叫他神婆了真的你叫他说唱神歌的神婆啊长一点名字、有什么分别前面加多几个字而已嘛有这个对啊加多几个字就不要啦不好啦不好啦 OK 啦 OK 啦顶拜啊啊是咩不是一男等一下不是一男是女男是日男，不是异男，是你们。告诉你啊，观众最色的，好，打败没有了，乱乱合音和那种色的合音。没有啦，他只是我相信，相信无人无人比我。后面大弟问你哪部剧情比我就知了，听到不爱困了，我跟你讲。好了，谢谢我们佩玲，谢谢佩玲，谢谢。好。节目的继续，今天哦，哎，今天没有男孩子吧？哎，今天啊，有啊。刚才啊，好像没，有哎，天夜，哎，不要把夜霞花。哎，没事，不可能，这机会要可不是啦，不是阿花啦。这个也不是算男孩子哎，这个叫玻璃。啊，这个也是玻璃哎。这个我不懂啊，我真的吗？没有办法动啦。没有，他也是有去洗脸的哦。洗脸我也是有去洗啊。爱美的哦，这个。你上午来的话，几点半啊？两点半睡就半，我不要。太爱美的哦，告诉你。早啊，你不睡了。天夜还爱美哦，对。你看他多好。他很像的哦。真的，我不懂啊。这小子还不好玩，很可爱的哦。对，他很可爱哦。吹干吹呀、啊！你看，哎呀哎呀，来来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来自邻国的哇！这位他的歌声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对你不可以讲他哦，嗨，姐，对不起，对不起。是吗？对，没有人要跟我讲，我很正常。姐，来，来点掌声给我们的。